关的事情都告诉家长，告诉妈妈。我就把你早恋的事情啊，你还有那个什么没看你以后有没有好日子过？回去你以后还有没有好日子过？我就把你早恋的事情说出去。向前一步。对。不说人烂嘴巴。等爸妈。不说人烂嘴巴。等爸妈看了你的日记就知道我有没有胡说了。没有，我已经用那个擦完了，现在还有点水，我知道吗？我已经习惯了。哎呦，导演，你看，帮我们照清楚了后端。没有。你这个不是讲完。我家不想当你妹了，四个号人快点把你带走。你的日记就知道我有没有胡说了。还不看我日记、啊、开心哥，开心哥，开心哥，闭嘴、哎啊啊、还没有，还差一点点、啊、我看我们这个噎到的那个噎得好呗，噎得好我们这好紧张，我想说演下去，演下去，哇，快点。